上好，今天我在这个巴萨巴蒂达曼姆的，那我们逛一下这个巴萨有谁呢？对，那我们走。有卖这种水，有卖年糕，因为过年，然后有卖水果。很多花生的，买菜，猪肉有辣椒，鲨鱼，鲨鱼，海鲜，麦酱。因为现在接近十二点了，有些是收档。有麦饼、年糕，鲨鱼。这边很多店面，你可以框，一直框，框到最尾那边，都没关系，真的是太远了，我走不动了。我真的走不动了，真是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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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，哎，吃有很多很多很多。你看那个那巴萨，我去那边卖衣服的老板那边，应该还走出来的。然后里面是有卖很多东西咯，有卖衣服，很多车啊，那是要看车看摩托，真是要看车看摩托，很多车。我讲过，我打探他一下，有话不会落过不到。OK， 这边卖衣服，还有里面还有很多卖。平常你看到巴萨卖什么，就是卖什么，卖水果啊，卖鱼啊，还有卖什么啊？看到这卖菜哟。这张店面里面还有的，老板全部收档了。里面一个四方形样子，中间是卖菜的。OK， 哎，这边，我从那边是巴萨来的，走过来这边，你看那小镜头啊。这才对嘛哦！这边店很多，卖很多东西。这是理发店，然后这个是，我有点不明白耶，这个是那个斋馆，然后这边是干冰什么？虾，哎，吃那个螃蟹不是虾，然后这个是过年的，哎，还是转另外一边，转不到，法玛西，摩托店。还有等很多摩托店，这摩托店很超级大，走在那边店吧那边 ，OK 啊，真的是很喘气。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你们过来这边大曼谷的这边逛逛，就是很多店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再买水呀、啊，我身很热、啊。如果你们还没有上我 YouTube channel 的话，记得上上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订阅。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，记得按赞跟买按 like。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